诗篇第七十三篇一节，神实在好宽待以色列遐心清气的人。论到我，我的脚险险打脱，我的脚险险出落去。我看见歹人甲骄傲的人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四节，因死的时阵无痛疼，因的气力也勇健，因无亲像别人受苦，也无亲像别人受灾厄，所以骄傲亲像链仔挂伫因的颔颈，强迫亲像衣裳压因的身躯。七节，因的目睭因为身躯肥就膨出，因所得到的赢过心内所爱的。因讥笑人，照歹意思讲欺压人的话，因讲话自高，因的嘴舌毒天，因的舌诽谤全地，所以神的百姓归到这，饮了满杯的苦水。因讲神太会知，至高者敢有智性呢？十二节，看，这就是歹人，因常常安逸，在报那个天。我是在空空清气我的心，我洗手表明无罪，也是空空，因为我同日拄到灾难，逐早起受责备。我若讲，我要安尼讲，这就是用奸诈款待你的证件。我伫想爱明白这个事，看了实在为难。但我入神的圣所，详细想因的结局。十八节，你是在将因下伫骨骨的地，和因搬伫沉沦的中间。因望你久，正做遐尼清浅，因互惊吓灭到了。人困精神，怎样看梦？主啊，你精神也要安尼看清因的影像，因为我的心真酸，脏腑气差，我这款的愚公无知，在你的面前亲像精神一般。总是我常常甲你伫地，你牵我的正手，你要用你的架势引带我，后来要接纳我入伫荣耀。你我在除了你以外，伫天顶我有什么人呢？除了你以外，伫地面我也无所羡慕的。我的肉体甲我的心肠衰残，总是神是我心内快乐，阁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二七节，离开你远远的，的确死亡；今日放下你，惊感染的，你拢袂无。但我亲近神，是甲我有利益。我用主耶和华做我的避难所，通予我讲起你一切的作为。